大米总是生虫，几个小妙招教给你。今天回家就这么做。一、放入冰箱冷冻24小时。生虫不严重的，可以将大米连口袋一起放入冰箱冷冻室里面。等冻了24小时以后再取出。这时小虫都被冻死，变成红黑色的。很容易捡出来，而且不会影响大米原有的口感。二、阴凉储量单。大米生虫后，人们常常喜欢把大米置于阳光曝晒。这样做非但达不到杀死米虫的目的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因为两三天后，大米中的米虫会有增无减。而且曝晒后的大米因丧失水分而影响口味。正确的做法是将生虫大米放在阴凉通风处，让虫子慢慢爬出，然后再过筛。三、花椒。花椒它是一种自然的抗氧化物，不仅具有特殊的香味，还有驱虫作用。使用方法：将20到30粒花椒放入锅内，加适量清水，以能湿透装米口袋为好，放置炉火上煮出花椒香味后，端锅关火，将装米的口袋放入煮好的花椒水中浸透后取出晾干，然后将大米倒入口袋内，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大米生虫。四、过箩过筛法。为了缩短除虫时间，将表面的虫子除去后，可用竹子或柳条编成的箩筐将面粉中的虫子除去，用竹条编制的筛子将大米中的虫子筛除，然后再铺放在阴凉通风处晾晒，即可除去米面中的各类虫子。五、海带。夏天大米极易生虫，若将海带放入大米中即可防治蛀虫。一般100千克大米中放入1000克海带就可以了。事实证明，放入一周后可使大米中的各种菌类减少 60% 至 80%。还能吸收大米中 3% 的水分。每周晒一次海带，15分钟后再放入，这样就可以不发生蛀虫了。一份海带可反复用15次以上。6、干塑料瓶装米。把家中的塑料瓶收集起来，用水冲洗干净，晾干。如果需要装的大米比较多，可选用大容量的瓶子。大米装进瓶子之前，必须确保大米是干燥的，放入后赶紧拧紧盖子，这样做不但整齐省地方，还能避免大米生虫和发霉。7、橘皮。